成绩宣布，第四名，64号无条绿选手代表莫古恶魔剑北 B 队。第三名，65号黄楚涵代表 Newton 恶魔战队。我们即将从67号、66号两位选手当中诞生今天的冠军两名选手。荣获第二名的是67号侯宇慈代表木谷恶魔剑北 A 队，恭喜冠军66号李雨婷代表木谷恶魔剑北 A 队。好，请我们的李耀廷，我们的荣誉理事长为我们颁发奖状。好，第四名的是64号无条绿选手，然后第三名进军的是65号黄楚涵选手，第二名亚军选手侯宇慈，然后冠军的是66号李雨婷选手。好，请我们的秘书长来为我们颁发奖牌以及纪念品。第三名65号黄楚涵选手代表是 Newton 恶魔战队，第二名侯宇慈选手代表木谷恶魔健美 A 队。荣获冠军的是李雨婷选手代表木谷恶魔健美 A 队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颁奖人，也请我们的颁奖人与我们的选手一起合影留念。好，我们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我们台上四位女子形体组163公分以上级的选手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颁奖人。那我们紧接着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